拜。你们这一块牛肉都好几天了，要不我今个做上牛肉。10月份去南京。我给你刷几个罐头瓶吧，到一会儿好放。好了，这大肉筷子。行，我走了。稍等一下，姐，你拿一瓶姜。稍等一下，这个姜你稍微有点少收。也不知道好吃不好吃啊。我来这吃都中了，你还得叫我带走，这些都不能认多。
装到这里头，我放咋了？没地方呀。我滴溜着上头吧。中。真的呀？真的，你拿走啊？我家有辣椒啊。哎呀，你真，你家没辣椒酱啊？你又用来打颗粒。你家有啊？有，我做了。你家有啊？买的。你买不着，我做了。你做了没有？拿走吧，来了再吃。主要是太多了，就是做了多点，将咱都少留点。不客气了呢啊。大爷，大爷，是我大娘。还好在家。大娘，我做了牛肉辣椒酱。你还能嫩嘞，还煮牛肉辣椒酱嘞？哎，你还小学了江苏？这是江苏嘞。你尝尝，好吃不好吃？还会不好吃呢？好吃我都有信心，不好吃退货。没事，能吃吧，能吃吧。我想着能怕能睡了。哎，不睡，那个晚住了，恁大爷住了。哦，中，没事，回去吧，外边凉。哎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走了。这个干不拉了，我跟你说。你吃不吃？我不吃，我先烧肉，我等一会儿再吃。可强。这三年叫你跟着我跳兵，辛苦你了。你说这话跟我说一样，哪有啥辛苦嘞？有点好吃了吧，一个馍可比完了，上桌。